农历从早时，人中国人心目当中重要的传统作业，各地的华人拢是相当的东西。新春来临之际，李哥本来西亚的潮汕人乡亲也通过我的掌门，向全球的华人送上新春的祝愿。我恭祝全世界的潮汕的同乡，还有我们颍川的宗亲们，新年快乐！也同时祝贺我们的潮汕电视台，业务蒸蒸日上，万事如意。我谨代表本会团在此诚挚祝贺各界及海内外潮人乡亲龙年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我也祝愿在新的一年里，世界各地的潮人乡亲通过乡会组织，通过国际潮团的联会，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，加强和潮汕原乡的交流，促进潮人大团结，为建设潮人经济、文化和教育事业共同做出贡献。听到阿姨本来个潮汕乡亲个祝福，真心来非常温暖。好，个咱休息下，广告转来，咱来关注下其他方面个新闻内容。你要上不了高麦，今日个新春大前腰，带来去明摆节靠乡顶红接个新山国际乡顶声。大春念花红菜破菜头，新春行业大堆棚，带来走进新山，今日华人喜庆迎宾老二号店。